再看得清楚就行。 现在我们纸剪好了，开始贴纸，上面贴平，前面贴平，是这个吗？是的，然后开始打孔。 然后开始安装。 开始安装，安装完毕，我们开始上漆层，安装完毕，然后量一下我们这个门板的厚度，16就是16，20就加20，然后。 画到这个门板上，我们这个门板是16，就发16。然后我们这个有两块门板放在一起，中间的缝留个1个毫米，然后这个纸贴按到这个画线这个贴上去。 4个洞都打，然后把一块板拿上去放铰链，我害怕了。 然后把这个两个螺丝上个两圈，好，螺丝上，然后挂上去，然后挂上去。 螺丝旋紧。 这边正好，缓冲调节，这个是门板角度调节，然后这个是上下调节，左右调节，调试完毕，然后把装饰盖盖上去。 安装好了，我们关闭一下。